我无意中发现两根线索，追到这儿。什么线索？红庙石刻像被盗那案子。我们正查这件事呢，现在呢？断了，暂时的。谁让那个警察给拿走了？我给你俩说，那个就是个警察，你俩还不信？我说小子，你咋还敢糊弄我呢？警察有长那样的？我埋了你，信不信？我，我，大哥，我说实话，那个老哥真不是个警察，还就是个买主。我已经出手了。卖了？卖了挺好的，好事儿啊。那钱呢？钱搁哪儿了？你倒了没牢吧？钱打在我媳妇的卡了。哎，小子，你智商挺高啊，货也卖了，钱也藏好了，我俩没招了，只能买你了。买！我接起来了，那个买主没走啊，再给我个机会，我一直给你俩弄回来，好吧？最后一次机会啊，天黑以前拿不回来，我指定埋了你。说说啊，还要自己个聊了呢，聊不了。哼，小子，有个事儿一直没舍得跟你说，你媳妇儿连分儿。在车站的前儿，我们就把它给控制起来了。你媳妇长得挺白呀、啊，笨贼，这叫二十万，你把货藏哪了？到底在哪儿？我埋了你！我。